欢迎第一次上节目的聂宝。对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聂宝。我们必须要讲一下哦，我们之前都有邀请你过，但是你都刚好有事，要么就是游戏刚上市，不然就是不想来。不是，没有，一定、啊、一定想来，一定想来。OK OK, okay。Okay. 主要是那个礼拜三，我们之前公司有节目，要不要？你在我心中也是比较偏星座生命斗士型的实况组，就是有星座出来的时候，你会比较想要第一时间去。强迫对不对？哎，能玩的都玩，主要也是怕被剧透。难怪你每一个都这么拼。今天主要要介绍的游戏是 Deathloop， 这个作品推出之前就引起不少回响，因为我觉得蛮强烈的。讨论点就是说，哎，这个不断轮回、多样死法，还有干扰其他玩家这件事情，就想象你是那个 R10 的主角，然后要经过无数死亡，你会获得很多情报。你要透过死亡去堆叠你的情报。去了解啦。哦、他刀也太大吧，真的霍克切蒂。哦，不对，大砍刀。哦，好，他就直接把我们杀了。哇，好像进入轮回，进入轮回这样。如果说要形容的话，很像是在这款游戏里面寻找 speed run 的感觉。哦，找到最佳解。嗯，没错，对。哎，这个就真是要拉了，这就得拉了啊，怎么办？怎么能不拉？哦，看到了。怎么了？哦，我靠！哇！哦！哦，我的人生角，感觉那个摄影应该很可以拍的。嗯，还是直接把他打回来？我试试看打不完。啊，可以。不了不了，直接打了。还有就是会让你选择，现在可能是翻过去的。哇，就变成是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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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呀，你们啊，好像还可以，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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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这是我们给我们一次机会嘛？啊，再见。我把卡墙角啊！哇，还会卡弹呢？怎么卡弹呢？还会剑呢？可能不想让你变成神射手直接过，可能不想让你不想让你割草割下去啊。太卡了吧！哇，你要没有弹药，我没子弹。有被看到了？哦，我有子弹。哟，枪，攻击者 PT6。简直是自在土制枪，好赞啊！这样就不会卡弹了吧？应该会更卡吧？对啊，气动哎。那这个游戏的特色就是我们也可以扮演朱莉安娜。哦，对。不过目前它这个是就是线上的模式，所以你就是我们要必须要去线上模式，然后想办法去入侵看看，就很像是黑暗灵魂的那种，哎，潜入然后再把它干掉。哦，入侵随机时间。哇，我们可以自己帮他装技能满呢。好强哎！入侵好友的时间线听起来也太白目了，超过分了！要玩到一半，不要被杀就好友三光光了，对吧？为了玩这个游戏不加任何好友，我弄不到什么东西。娘娘做猫，太不吉利了。娘那个丑猫，对不起他。我对不起他，我对不起他。好，我们这一趴其实有这个宅会考，没错。这一次呢，好来，就直接来开厅了。这个我第一个就可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太简单了啦。第三个出来太简单。好，来，一二三 ，Apex， 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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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第一个音效是全队打死的时候。哦，第三个香香喷出，大家的香香喷出了。下一个，太简单了吧？哦哦哦哦哦哦！啊，我知道了。啊，第一个应该是俄国的谁？我刚以为炸弹鼠，不是吧？不是不是。一二三 ，Fuse 来眼跟炸弹，哦，太厉害了！哇哇哇！哎，对对对，这个奖这个奖，全部写出来给你看。对对对，拜托，我只要有玩，我就是不会错的。下一位。这我一定知道，他不是，这我没有想出来，我直接退出实况圈，再见。谢谢啦，还要确定是上还是下。一二三，
王世坚下楼梯。对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哇，那个尖叫声，哇，代表性代表性，舒服舒服。下一个。什么？这样你也知道？好熟哦，很熟很熟。哇，不行，我一片空白。一二三，狼人杀，阿蒙尔斯，就是他进场的时候会有噔噔噔噔，从来没有开过这个游戏，我也没有玩过。对，我没有玩过。主要的话，最近还有一个系列很可怕，就是我们的 Whole Life。Oh no！ Come back！这次的新卡呢，总共有大概30张的 SSP， 太鬼了！还有 Corona 的，有 Yobi！身为台湾狗推第一品牌，我要去收购这个卡片。做出卡牌真的太聪明了吧！而且有些牌它可以做得很烂，可是它就是很好的卡面，大家还是要买。对对对，哎，我觉得大家会买的心服口服，因为既然都是名场面，心服口服，心服口服。这些牌这样干起来，你大概花了多少钱？觉得谈钱就太伤感情了。